你个小礼物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不是不是，啥东西啊？哎呀，你这又换车了？怎么了？这就是你说的小礼物啊？对啊，我看你手机太破了，就随便给你买了。哎，拿回去，这太贵重，这顶得上我一个月工资了。对啊，你拿着吧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个礼物，我以后还会给你送很多礼物，你不喜欢吗？但我不能白拿你东西吗？我也没让你白拿呀。那你想让我干点什么？我想想啊，那你请我吃顿饭吧。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我现在连请吃饭的钱都没有。哎呀，我很好养活的。那我带你喝西北风也行啊。行，和你喝西北风也行。在这儿喝吗？好撑啊。你在干嘛？喝西北风啊。喝撑了。哎呦哎呦，那这样我带你吃点便宜的可以吗？这个包子可以吗？好好吃，而且还是跟喜欢的一起吃。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一见到你，我心里就扑通扑通扑通一直跳，而且现在还是。你听，哎，你坐，你坐，坐坐坐。你知道我离过婚吗？这是你今天拒绝我的新的理由。我没骗你，我真的离过婚。这是你前妻，那你把他喊出来见一面呗。那都很久不联系了，怎么能喊出来？那你没有办法证明，就证明你是骗我的。那我找个人证明给你看。要干嘛呀？帮我证明一件事。他是你前妻。这美女谁啊？喜欢吗？有点喜欢。她年纪跟你差不多大，你只要证明我跟你姐的关系，我就介绍给你。怎么证明？她是我小舅子，前舅子。然后你把我们之前拍的那个全家福给他看，全家福。然后我跟你姐那个结婚照，还有离婚照，结婚照，对，都给他看看。这个离婚照，是我吧？没骗你吧？你先结过婚了？都离了，是吧？离了，离了。你不然看看他，他也不错。我也不错。你看看他，然后你看看他有没有那个心动的感觉。这什么意思呀？你回去吧，你回吧，回。我都有前妻了，我是离过婚的，所以咱俩不合适，还不懂吗？我不在乎的，因为我的心是不会骗我的。你的心到底告诉你什么了？他告诉我，你这是我最喜欢的人。那有没有可能他是骗你的，或者但是他是不对的，有这种概率吧？骗我就骗我呗，反正老天安排的最大了。啊对。不是，没有老天安排，那都是你的错觉。这给你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第二个礼物，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。这拿回去，拿回去，这看着就很贵重，拿回去，拿回去。这可是我的嫁妆，你说好？你拿上它以后，我就是你的人了，早晚有一天都会接受的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拍什么呢？我要给我姐看。哎，别，我一定要给我姐看看。别，我一定要给我姐看，你删了，删了。